今天凌晨，伦敦奥运会羽毛球展开男单四分之一决赛，林丹迎战日本选手佐佐木翔，林丹以2-1力克佐佐木翔，艰难的晋级男单四强行列。目前呢，林丹是世界排名第一，佐佐木翔世界排名第八，双方曾有过9次的交锋记录，林丹是以8-1占据绝对优势，这一说明林丹在实力上明显高出对手一筹。